我都有講一句，佢哋頭先幾有講過，你哋嚟唔係希望成為一個人哋心目中完美或者好靚嘅人，做到好多人話你好靚，少部分話你唔靚，咁你係咪又需要否定自己呢？依、這個留翻你自己去諗。今日咧有兩個參賽者咧，就要喺我哋呢個比賽度離開啊！跟住落嚟咧，我會嗌四個人出嚟，四個人當中有兩個人係會離開我哋呢個比賽嘅。OK， 第一個要出嚟嘅係 Miko。第二個 OK 啫。第三個子喬，好啦，第四個 Johnny。 喺第一 round 比賽裏面，即係呢個 camp 比賽裏面，你四位係分數最低係四個嚟嘅。咁至於邊兩個要離開咧，我而家會宣布啦。第一個要離開我哋而家個比賽嘅咧係。Her Face 成仙做美人，今晚9:30 ，Feel TV。